下面这首歌是有安静也有欢快的歌曲，是一首串烧歌曲。
我们好久不见，终于又在歌唱的舞台上，咱们又重新见面了。感谢你们从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赶到北京，赶到 Live House 现场。然后你们觉得今天的 Live House 可还行？谢谢谢谢。其实我也想说跟公子琪想说的话一样，其实我本来以为我今天来的时候咱们距离我是每一次到这个环节都要劈个叉是吧？好，那我还不错，以为咱们这么近的距离我还会蛮紧张的，但是我发现我能看清你们每一个人的脸，能看清你们每一个人的动作和鼓励和热血，我反而更不紧张，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开心。我今天终于站在舞台上跟你们一起唱歌了，谢谢。意外的价钱，对，因为我们不太会。但是今天我们后面的歌曲会有公子琪的合作。那好，咱们准备下一首歌，也是一首很嗨的曲，也不算很嗨了，就是很舒服。嗨嗨嗨。